今天又下雨了，本来打算今天把院子好好给它归拢归拢的，这下雨了也干不了。昨天把水泥地面抹完了之后，躺炕就睡着了，累得胳膊都动弹不了了。今天又有新任务，再把外面给整了。这衣服谁的？我爹的。鞋我爹的，裤子我自己的。这裤子是干活的裤子吗？嗯。69.5。你像我似的，我每次回来都不带啥衣服，就是穿抗造的就行。嗯，我看出来。这个地面昨天放了一块板，但是走的时候可能也没太注意，再加上以为干了呢。然后就开始走了，有点脚印儿。说句实话，不完美呀，这个，但是比之前可是好多了。这不是又剩点水泥跟沙子吗？说把这个外边这个边儿钻的给起了，再给它整上。还是说里边进耗子是咋的？我也不太清楚。反正这么整了还利落点。给地。这些够吗？够吗？干那块就够了。不就这一溜吗？仓库还有几个老虎倒的洞。再给整上。我听你妈一天早上倒。你告诉我那个。这里面是不是放啥东西了？哎呦。有粮食就招耗子。没有，哪有粮食？那是啥呀？搁这大缸里面那个。这些我不要的东西都不扔它，就省着立灯的，这就省着有好，要不然有个空泡就钻。发生了个意外，我婆婆刚才出来没看着，踩个大脚印儿。刮不掉了吧？刮不掉，刮不掉，刮不着。你怕什么呢？领导出来视察工作了，看看抹的行不行。这回棚子里外的活全干完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击关注。咱们明天见，拜拜。